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洋伤六Phytolecker 英文叫做 Poke Root 洋伤绿，这个疗剂呢是主要呢是对付一些腺体和风湿的问题的疗剂，它会很影响我们、身体的纤维和骨络的组织，还有呢是肌肉的筋膜，所以呢对风湿系毛病系好有功效嘅。佢亦都有一个对付我哋嗰个肩膊同埋嗰个手腕嗰个亲和力，尤其是咧系颈部同埋背脊嗰啲肌肉筋膜同埋关节同埋咧系骨膜喉咙消化道。同埋主要咧，佢系影响右边多啲嘅。咁好多时候咧，喺风湿嘅发作嘅情况咧，就会出现咧，整个人咧都系好冤痛嘅。咁嗰个病人咧就会喺呻吟，每次佢喐喐咧都觉得喺度呻吟地痛，冇力，觉得咧个人咧就系周身都系瘀痛嘅。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佢痛咧，仲出現咧，個人係完全崩潰，冇曬力嘅。咁呢種嘅風濕嘅痛咧，通常咧係影響我哋個四肢嘅外側嗰啲肌肉嘅。咁出現咧係突然之間嘅冤痛，咁嗰啲痛咧就嚟得快又走得快，會不斷咁轉位置嘅冤痛。咁痛嘅时候咧，个人咧系唔系好想喐，因为喐咧就令到个痛咧系更加严重。咁嗰个痛咧系不断咁散开嘅。有时候咧呢种嘅风湿嘅问题咧，系会喺扁桃腺发炎之后就出现咧，个人咧就后遗症嘅风湿嘅痛。咁人咧就想瞓低
啊，即系尽量想瞓低。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坐骨神经痛关个髋关节嘅问题。咁个症状咧，嗰啲痛咧就系射痛，系由个底椎嗰度咧就直落嗰个大腿到膝头同埋嗰个脚趾嘅。咁呢种嘅痛咧，有阵时候我哋叫做梅毒性嘅骨痛，啊，系好深层嘅。好啦，咁仲有一个地方我就话咧，就个腺体啦 ，glandula 腺体嘅发炎。又熱又發炎，尤其是在乳房的腺體和扁桃腺這些地方的，很多時候你會發現是乳房出一些硬的結節，或者是會出現是化膿流膿水這些這樣 的情況。陽雙露可以這樣說是乳癌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疗剂，同埋对一个乳腺炎啊 ，mastitis 嘅乳房嘅毛病咧，系首选嘅疗剂嘅。通常咧出现嘅问题咧嘅乳房咧系特别敏感吓，肚泡好快好敏感嘅。好啦，喺喉咙痛嗰方面咧，有时白喉性嘅吓，或者一般性嘅喉咙痛咧，好多时候咧就系右边嗰度差啲。同埋咧，飲凍水咧就會舒服，飲熱水就唔得嘅，或者就咁吞口水都唔舒服嘅。咁出現嘅時候咧，就好多啲頸部嗰啲淋巴結啊，嗰啲腺體出現嚇，個喉嚨本身發炎，加上咧腺體，記住啊，嗰個頸嗰啲腺體嚇會出現嘅。好啦，咁其實最常用到嘅地方咧，可以咁講咧，係嗰個乳房嗰啲毛病啊，當乳腺炎好啊。乳房出現腫瘤啊，通常咧就係又好重啊，又硬嚇、啊，好似石頭咁硬嘅呢種嘅乳腺或者乳腺炎嚇，咁、啊那個痛咧有陣時候咧就由嗰個乳頭咧係散開到身體全身嘅地方嘅，咁乳頭會出現爆裂啦，好敏感或者咧係內凹嘅，乳頭會內凹嘅，咁乳癌咧。痛嗰時候咧，會有一種射痛，嗰啲割嗰種痛，射嗰啲啊個刺痛，跟住咧就會好攰嚇，好冇氣，好攰嘅。呢種嘅問題咧，有陣時候咧可能同嗰個情緒那個抑鬱啦，或者受傷，或者撞親，或者咧係因為咧係濕咗個身，沖涼濕咗個身出現，或者咧係因為咧嗰、那個。遇到一啲又冻又湿嘅天气嘅，咁除咗嗰个乳房嗰个问题咧，呢、這个疗剂咧亦都可以帮助一啲卵巢嘅神经痛，尤其是右边嘅卵巢嘅神经痛嘅。好啦，咁仲有个经常需要用嘅地方咧，就系、是、嗰个腺体咧，即系嗱，乳房都一种腺体吓，另外一种腺体咧系。可能颈部或者隔肋底啊，尤其是乳癌出现咗之后咧，发生咧系隔肋底嘅淋巴腺体咧都胀大咗嘅。咁喺我哋嘅四肢嘅问题，尤其是我首先所讲风湿痛吓，通常咧嗰种痛或者坐骨神经痛咧，嗰种痛咧就好似触电嗰种咁飞走射痛嘅吓，转得好快。同埋每一個關節咧，可能有一個關節移嚟移去，咁而身體成個肌肉咧都係冤痛嘅。咁仲有咧係一個種喺右邊嘅肩膊嘅痛僵緊即遞唔起隻手呢種嘅右邊嘅肩膊痛。仲有一種情況咧，就係我哋嗰個腳跟痛。咁呢種腳跟痛咧，就要將嘅隻腳提起咧，就先會稍微舒緩嘅。好啦，咁仲有一个情况用到呢个嘅疗剂咧，就系、是、嗰个出牙嘅问题吓。喺呢种嘅情况，或者嗰个牙臼关节嘅问题嘅，喺呢种嘅情况咧，我哋出现咗咧，系个出牙嗰阵时候咧，嗰、那个病人咧系中意咧系咬实个牙齿嘅，牙齿咬紧佢咧，佢就好似觉得会有啲舒缓嘅感觉嘅。咁仲有一个情况就系、是。遇到感冒咁感冒嘅个症状咧，就周身冤痛、背痛，同埋咧
是关节呢是游走性的痛，这种这样的流感那种的症状呢，这个洋伤氯是那个可以、主要的疗剂来的。好啦，咁你可以睇到啦，洋伤氯嘅应用嘅地方呢、主要係乳房嘅毛病啦，乳肿瘤、乳腺炎、或者係乳癌，加上呢係乳癌，尤其是已经、蔓延到嗰、啊那个嗰、那个腋下嘅嘅腺体隔拉底嘅淋巴已经扩散咗㗎啦，呢个地方。咁仲有嘅就係嗰、那个、身体嘅嗰、那个风湿性嘅症状。咁呢两个呢係主要。咁同埋呢就係嗰个喉咙啦，喉咙痛啦，喉咙发炎啦，望下去呢就係、深色或者蓝红色。个、喉咙呢觉得好兴嘅，尤其是脷根嗰度好痛，由伸展到个耳仔。咁呢种咁嘅痛呢，由射嘅痛射落耳仔，吞口水嗰陣时候呢任何飲身啲熱嘅嘢好辛苦。咁呢种咁嘅扁桃腺嘅肿胀、扁桃腺炎加上呢口腔呢，喉咙嘅口腔呢有一种烧熱嘅嗰种感觉。咁呢个呢亦都係洋伤氯嘅喉咙嘅发炎、喉咙痛嘅症状嚟嘅。咁洋伤氯呢一个机上之用得着下，尤其是乳房的乳腺的问题，一个非常好用的疗剂。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适不适合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